新庄地震事务所善加运用办公的这个空间，提供给文艺人士展出他们的作品。地震所也表示，目前在三楼正在展出新庄社大师生联合摄影展，欢迎前往洽公的民众利用等候的时间到场欣赏。地震所目前三楼正在展出新庄社大师生联合摄影展，欢迎洽公民众随时至三楼观赏。在我们三楼展出的行动艺术展是由我们新庄社区大学牧场摄影社由陈荣坤老师跟他的学员们所展出的三月魅影摄影展。那这一系列的摄影作品主要都是有包含台湾还有其他国外一些三月的一些的美景。那我想这些的照片内容，我们其实不见得是每个登山者都能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的。我想所以透过这样的摄影作品，希望能让民众也可以观赏到我们这样的各地的一个山川风景。主任表示，会在三楼设置行动艺术展，除了是活用所内空间外，也是希望让洽公环境多增添艺文气息，净化同仁和民众的眼球，同时培养大众对艺术的美感。主要我们洽公的场地主要是在我们的一楼大厅啊，不过三楼是我们的地价业务，那也是会偶尔有民众有上来询问地价业务的。那另外我们在一楼也有相关的宣导，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让民众有机会除了在一楼以外，也能够走上三楼来一起欣赏这样的一个作品。由于地震所是采开放空间，所以不用担心观赏这些行动艺术展会影响到其他人办公，相反的就是要让这些人员和民众多互动，了解地震所是个亲民又兼具专业度的好场所。记者新庄采访报道。